DIY 哦，他的产品这多好啊！哎，不对，这个是摄影机，我们在讲话，他就能摄影了。在拍的，在拍，不必手不必拿。对然后接这个9000啊 ，mini end battery 可以拍12个小时。啊，这样接在一起。对对对。啊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哦，对，现在唯一能打大陆的那个机会，而且要精致的时候，大陆是一个生产国家，哦，到大陆生产啊，对，我们要做商业才有价值，对对，就像新加坡是商业的。对，香港是商业，新加坡是买卖的，对啊，进口、它跟出口的贸易嘛，贸易。到了一个晚上要加到港币，你要一瓶水，几个面包。我告诉你，他这个钱连那个都不用，连水跟面包都不用，都不用。对，只要口罩一出，马上过来，我们就要出货。我在大陆，我带了几个工厂带过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要先从产品了解，我要先进行工厂，然后呢，企业的那个家族哈，工匠部队就来收品。那到处都是，我是种稻子。哎，所以我种太多稻子。哎，既然要在大陆种稻子，不如在台湾种稻子。现在台湾很好，台湾台湾卖，台湾为什么造？台湾现在最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哈，最差的时候是最大的危机，就是最大的。还会有，对，肯定转机会，但是希望不要有太多人落这种机会，因为要是人落这种机会，我就没机会了。因为有智慧的人比我太多，有很多人。对，趁现在他们还没回来之前，我赶紧先拨走，拨好以后呢，就换别人来接。啊，所以我为什么会回来？因为我去的地方都是危机的地方。十几年前，人家去大陆，人家想不怕共产党怎么办？对，十几年后，后来前几年又到越南去，怎么去？怎么去老挝、柬埔寨？我告诉你，我说这里就是三级。本来在去越南，后来我们又去越南，跑别的岛。好，那我要复制，那就错了。那就如果到越南就对了，就现在越南就对了。结果越南现在，所以要高度要够，我们的世界观够。我跑过那么多地方，我看行不行，我看就知道。当时是因为是我老板那个石油，那他的亲弟弟是在大陆，是啊，啊所以他就想用自己，所以用自己人，那结果就会害了自己。他本来想去越南，你是为了钱，还是为了钱要分开？感情跟钱要好好分开。如果是为了企业，你就放弃起身。郭台铭讲的嘛，对不对？郭台铭说的，如果我自己的话，你媒体怎么骂我都没关系，但是我不能让我因为我郭台铭而让企业受到伤害。好，是感情跟企业一样，好，个人感情。所以，我为什么我要训练我的人，我让他们上台？我成名最好的机会为什么不上？啊，但是不行。我里面的爱将几个核心的人要训练好，因为只有核心的团队才能创造业绩。啊，就是这样。给我，哎呀，不要来，我今天再来，那个三包现在没有在这里是吗？那个三包目前哈，我们只是 DM 而已。哦 ，DM 的话，哦 ，DM。哎，我们三包收起来啊，都已经在车上了。哦，在车上。其实我们网上哈，过几天登录我们的网址就有了，就可以看得到。没关系。OK， 我们可以保持联系嘛。OK， 谢谢。OK， 谢谢。OK， 拜拜。谢谢。啊，拜拜。谢谢。